橄榄枝什么意思啊？橄榄枝的话，它就是上面的棒子贸易啊，然后呢，三角叉是象征着所有的这个海神，它不是靠海的吗？靠海吃饭的呢，海神全部供奉它，就是跟神叉子。然后在下面浮雕里面的话呢，有荷兰鱼，荷兰鱼就做的正中央，然后两旁边的话呢，都是一些什么呢？都是一些海王的海神啊，都给它奉献水果，这是一个场景，你知道吗？象征它就是靠海吃饭，然后呢，一个贸易一个主要的这个核心，然后贸易橄榄枝拿手。你看这荷兰王宫，就光光荷兰王宫这底下，就真的计算过，是11000根柱子就把这个王宫给撑起来。就光光这王宫下面，这个木多少了？木桩，11000根把这个王宫给撑起来。然后你看这王宫旁边不是还有个大教堂？右手看这个，是大教堂，是王室洗礼教堂。他们一般的话，皇家婚礼啊，洗礼仪式啊，孩子出生了的洗礼里面。然后呢，这个左手，你看这个地方。蜡像馆，蜡像馆，对，就是咱们蜡像馆。全世界最最好的蜡像馆是什么呢？在英国伦敦，英国伦敦有个全世界最好的蜡像馆。然后呢，这个荷兰阿姆斯丹的这个蜡像馆是居名为全世界第二好，就继伦敦的第二大蜡像馆，就在这里。蜡像馆里面看什么？蜡像馆里面的话都是一些什么名人，知道吧？然后还有一些呢，就是明星，知道吧？世界级的首脑，都是蜡像，站一个，就跟他握个手，看起来照片，哎呀，就是跟他握个手一样，还重要一样，像这一样。往里面走啊，可以，十块钱。